请副长转告一下。工作压力非常大，但是健康还是非常重要，不要把短时间这个要，因为这个政务这个事情是是细水长流啊，不断的。你如果今天这个事情做完了吗？那同时间有很多新的事情进来啊，有很多新的事情进来，永远做不完的。那么，如果大家牺牲了健康，牺牲了睡眠，牺牲睡眠，牺牲其他的营养或者是身运这个调休息等等，把健康赔进去了，就影响了你后面的这个工作啊。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那么最后就是我副院长、秘书长张政委员，国会联络组。国会的工作，我们过去做的很多事情是事务性的事，是希望保持民意代表跟我们之间一个很好、比较好的气氛。那么流弊很多很多。那现在的问题是因为立法院的神态跟行政神态变掉了，变了之后啊，国会的工作是应该从事务性要转为政治性的工作啊。这些如果你不能够抓住这个东西的话，你是花很多力气去做些这个自己累死掉的结果，没有大的这个影响结果的。这个对不起，我又是谈到这个用这个军人的方法做，所以你战术性的这个结果改变不了战略性的，很难很难改变战略性的结果。政治性的东西是战略性的，我们这个strategy本来就是，所以我们中国人吧，一开始我们战略好像是跟打仗有关系，其实这个字本来原因并不是跟这个用应该用战略这两个字，就策略或者什么。这方面呢，我今天在这提出来就说，今后各位跟立法院的互动，可能会占领你非常大的一部分这个时间。那么我们应该知道，今后要在政策方面要多花时间去多注意去。那么究竟怎么做法呢？我们有点粗浅的这看法还不完整，还需要进一步去努力。谢谢各位，这占的时间太多了，请继续吧，是吧？所以三星现在要求说他承受啊，中兴纸业公司他要求把二姐厂卖掉，非常清楚的看得出来，他并没有诚意要继续经营这个纸业公司。那员工事实上有些人也很清楚。但是中兴纸业公司鉴于土地开给给一些员工非常优厚的这个条件重视将来也继续请副院长继续主持。今天这个会可能会超过两个小时了，但是今天这个事情我刚才提的很重要，后面的一个精神以后的这个组织也是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很抱歉这个会可能要加长一点。刚才谈了很多。第一个，除了经济部有一个国营事业这个管理委员会，那么已经还是军工民营的军工营的，其他部会没有一个专责这么一个单位去管理啊，这个是恐怕是一个在管理这个角度去看是一个问题啊，是个问题，应该有。那么另外转回民营之后呢，因为你还有官府在里面，你还是要得去管理它，你不说是管了民营我就散在这边就不管了。好，今天的看法是，行政院的原来叫推动什么什么委员会，现在已经有了这么多，已经变成民营了，这个委员会就应该从推动转型到管理委员会去。可是一到管理委员会，可能就原有经建会就是不是说是哪一个单位在秘书单位这个推动委员会，经建会，那是不是还在经建会？我不是很清楚啊。大家再研究一下，就是说，现有的要推动，
而且还要管理监督啊，这个机制怎么样去调整，这是必须要做的。第二个，刚才有人谈到了，可能大家想讲的话没有讲，就是如果照这个，刚才很多人表达意见了，将来我们对立法院是完全屈居于这个顺从，好像只有这个屈从，这个什么事情就是他要通过我们去协调，协调不行还是尊重他意见，这个将来是有问题的，还会有问题的。但是事实上是不是这么简单呢？就是拿中华电信来讲，你如果到某种条件说你把它定的一个框框，说必须要这种条件啊，你才能够明，我就不同意。我现在新电院是不是有这个权利？我现在不推动这个事情，我来诉诸于民意，诉诸于这个去，不能够永远是顺从的，你去跟着你跑啊。你比如说卫生署，在5月17号立法院。通过了一个什么什么疑似什么什么什么条例，行政院没有一个单位去被要求去参加这个审查的，三部通过了，通过现在这个法这个条例啊，牵涉我们很多部会啊，你包括财政部什么部、土地问题什么问题，跟其他法有问题，这个条例我们拿了怎么做？啊，我们现在说话等他问了再说，他不问的我们就他不问我就不管，啊，那。这一点就谈到下面，就我要谈到就是这个各个部会啊，要对于各你们相对的这个委员会的，目前他未来他要提什么法案，他现在有些法案正在什么晕扰，你必须要掌握啊，掌握之后尤其签的不是仅仅是你一个部会的，你要主动的要跟院里面来提。那我现在一个月了，差不多一个月了，一个各个部会在立法院遭遇这些问题啊，我并不晓得，你们在那被挨了很多骂，我也不晓得你们挨些什么骂，我没有人来跟我讲，是吧？这个我们的民意这个舆论，说是我们混下的跟上下的恐怕都，这个不怪你们，因为35个部会，你们要想找时间来跟找，就找我们三个人。你恐怕都找不到时间，我找你们也很困难。我想着找起你们说，在立法院，开会，那我就等下来。那假如说这个事情是三个部会的话，那我一等就不晓得等3-5天了，我还没办法跟大家谈一件事情，对吧？但是现在这个环境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还是要解决这个办法。那么刚才谈到这个，如果从经济部的角度去看，公营、国营、军工、军工营或者军国营，应该是现在不惜任何代价，赶快民营化，赶快卖不掉，没有人要，没有人就关掉它，或者裁撤掉、卖掉，多花钱，现在把一口气的话，刚刚你讲的话，你3年维持3年了，你可以把那个钱，他要的什么条件，大家都可以答应，都可以让问题解决。第下面一个，国防部所有的要民营化的工厂，现在就开始要纳入行政院来管理，啊，过去经监会在办案的时候，国防部是推荐推主了，国防的这个工厂就是怎么可以民营，啊，你再下来就是说什么机密啊，什么国家机密、军事机密什么。说做多少双鞋就可以吹代表我有多少个官兵，现在有多少员额，有多少官兵，那个是媒体上早都不想知道哪里去了，中共比我们今天在座大家都清楚，是吧？做衣服的不可以民营吗？做鞋子不可以吗？做橡胶轮胎的，做什么球鞋的不可以民营吗？做地图的不可以民营吗？电池的不可以民营吗？24个工厂花了我3年的时间，刚刚回来有一句话，刚才我们的幕僚提的说，企业经营没有无能的事主，只有无能的将帅。其实今天的问题是过去的这些主管机关的心态和不敢，就是推脱拉，不愿意去做任何事情。你现在要招一个民营化企业，我的员工抗争的，我解决不了。很困难，最好不要去，这是做推拉拖到今天造成的这个
这个短途不如长途不如短途，如何尽快的能够推出去这个民营化的干嘛，赶快把它民营化。那么还有问题就是，刚才谈了，今天会谈了，就是说，关谷好像还是有存在的必要。那么我还要再去学习，我觉得究竟这到底在哪里啊？那么是不是对我们推动民营化本身是又是一个矛盾啊？就理论讲的话，你既然走向民营化，就希望不要受任何的干预，就把它民营化出去了，然后你才能够真的达到原来的这个目的啊。那么如果过渡时期说我怕在这中间会有偏差，那就定一个时间，多少时间之后我就要退出来啊。这个我的外行这个不是很深入，刚才我就几个就学了太多太多东西了哈。那么后面下面还有很多问题啊。今天我们在谈的是，像刚刚讲的31个表彰有31个，国防部有24个，实际上不止，后面还有十几个了。还有我们还有很多医院，是不是应该民营化？这个现在公立医院这个的开支是民营医院的开支大概一倍以上，同样的一个医院做同样一件事情。那公立医院的药价要贵，人家贵很多，人员维持费要比民间医院要高1/3，就超出1/3啊，也应该民营化。那别人都可以做到，为什么我们做不到？啊，但今天要推动的事情很困难啊，累积下来的很多很多因素。这个事情如果10年以前，恐怕比今天要省很多力气。可是已经到那，你中间有很多1-2年以后再要去做，那更不得了了，更麻烦。其他的，在这个今天会的报告里面，把考虑的问题都已经考虑进去了，说要怎么解决，怎么样解决了哈。但是刚才提了很多意见的，再参加进去。那我想，我现在恐怕非要出去一下不行啊。那后面就请秘书副院长继续主持，谢谢各位。会再进来，他有不能讲说他。